我今仔日咯，我做班嘞，我靠在儿童的所在，听到声音声。
三大足主地位，寺庙也拢在你的身上。你若听叛徒的话，唔免落故意哦烦恼啊！我知啦，故意哦，我大庙哦，会让你到湖水死无？不，胡妈回来，湖水漂起来咯，准备迎接啊！欢迎进来。
七月一日一日不错。三小别说你的事，你说吧，爱我我要死，来你那孙子一逼，就给你出去了。
冲天。这是什么呢？因为受分这个空气就是哦，既然无能回转，要如何死活呢？哦呀，不如阴天在此，如果若要来离开，你也看会等咱真误。那么救兵各位，强加讲性命爱不好，不如我一个踮在空石上，我来收一份的爱票。但过这张爱票，唔知要变何人送回家。啊、你讲较慢嘞，我听无。我做你心的。安怎？我来甲你讲，哈、啊，今日唔好等哦，哭强，啊，来赢就好啊，唔通搁再堆。哎，烦恼哦，我看真多啊，步数哦，拢用迄个垃圾步的，甲你讲，你着唔爱听，哈，慢慢冲冲冲，你数真少。佩服啊！即个表情已经行到这地步，你搁骂我嘛无路用。既然呢，就是趁人命在但是先想办法解决的时阵啊。你即摆赶紧哦，写一张的爱表，啊，摕回当家城，你身边的哦，上届四年的保障啊。我嘛。哎呀，佩服啊！这里算嘛只有你呀、啊！哎，爷嘿，即摆紧要关头，当然要送这份爱票，一定按我心里会到的人。啊，若无啦，我爸啊，来出爸要安怎样？我也是真可怜的，来镇定的所在，无丧志。这爱票给我摕到家乡，那我摕到到家乡，甚至跑到遐，已经会我去啊！放心啦、啊，我相信你做会到，唔通太慢，头我准备配合家己，家己再配。我准备笑的哦。
时阵就听着阮少爷伫咧哀白叫母啊，甲开家落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小少爷，较拜托个。啊，好歹你少爷的新闻呢，我远远的伫遐听着，你咧好咧好咧啊，好安怎啦？难道我咧叫家己我嘛听，家己才是坐到快的好无？家己哪会啦？你坐一点，这是等等来啦。叫阮坐啦。啊，就恁老爸啊，阮主人啊。我知啊，要唔过我只是想要坐咧一边坐了嘛，后尾坐我去了就坐坐，我嘛我家己唔是只。你才笑话尔咧，哈、啊！你要记啦，这阵都是好媳妇在陪呐。你冇家庭哦，你老母哦，冇太可怜呢。想哪讲？想哪讲哦？你冇变乖了哦。眼睛暗了，你就缠你老母呐。我就做你讲的。你老母可怜的意思是讲，伊在思念你啦。哎呀，不要叫我离开，进来你帮我离开，不然我不用啊。我来哦，来你看一看，是怎讲啊？我吃呀。我就冇爱吃嘞，怎么吃你煮的讲啊？不是我煮的，你老母煮的。虽然哦，你出发上人家去，啊，啊你若无吃，你就枵死。你来枵死吼，恁母也是可怜的，对无？以后哦，恁母来老啊，无我就甲你饲。恁母即摆嘛无好，就甲你放屁啊，对无？一爱等甲主人啊，等来靠我哦，伊个决定之后，我就甲你放屁。先听我的，先吃饭。啊，若无哦，恁母啊，一直思念你的，对无？我就是不爱吃饭。你就是不爱吃饭，我就是不爱吃饭掉。无安尼啦。我即摆是甲你套皮，好无？先套皮，啊！你食完饭，我来拍。安来，讲一个参详一个。参详。我食饭，你带我出去佚佗好无？袂得。谁呐？安尼，我直直叫苏娘咪。啊！你快讲，我爸爸就无人知影啊。好，套皮。好，套皮。Thank you.
来，安家朱有江，咱的沈南信徒吼。加油，伊呀，加油！喂，我来伊呀。啊，你唱啊，伊呀喽，伊呀，我来伊呀喽，伊呀啦。怎么唱的？我旁边贴着一个开开开就大声的。开开开是爱着你。啊，我伊呀叫加加大呀。啊，无我头一个你问看卖啦。好啦。你知影伊用啥事啦？喂，下面大家讲好大声啊。国中。国中伊哪好？你先别做了，国中呐。你莫讲无声，我听好。我这也做袂我只经过哦。你呐？安尼哦，我来动你只带经过。动只，动你只。哪样？我听好，你听。好。金光，我看袂见你啊！啊，马上啊！金光啊！干巴孙，干巴孙，我看到你掉到落来，干巴，无啦，什么干巴嘞？我干巴孙，干巴孙，干巴孙，我咧伊啊，哎呐，看袂见你，哎，看袂见我咧啦，我叫你伊啊，叫比较大，讲过来，过来，去忙，去忙，去门带计较，伊话做红红工作，我听干巴孙，我去甲伊讲话，我嘛真久无看到伊啊，下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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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阿老师咧要找我咧，老老老吼，目睭看卖啊，我目屎哥出出来较好势，目屎哥较出出来。哟哟哟哟！阿你到迄个医啊？出国病？阿你到迄个医啊？迄个医生啊？我金毛啊！啊，对啦，哎呦，阿公妹啊！金毛啊！啊，不是阿公啊？是歹势啦，啊！你先讲哦，阿叔我哦，都老人啊啦，下昼我下骹都无牛啦。是阿叔，你快讲你。这不是你阿叔，我先跟你讲嘞。你快讲你。不是啊，老人我后生后生无牛啦，阿叔我哦都较老风啦，对啊对啊，哎呦，真猛个呀！哦，不然你无看嘞，多憨嘞哦。是阿叔，我真猛。哎，无礼貌。啊，阿祖的阿祖，什么个姓阿祖？阿你小时候足歹听，足歹听。阿你怎么叫？阿你来，阿你来，甲你笑呢，三哥甲你笑呢。像讲你哦，大大足足的身份呢，你安尼你无家教，你敢知影？阿你怎么叫叫我皇宫啊？阿你阿祖，不是阿祖姓阿祖。对哦，你怎么叫叫你皇宫做姓？阿你叫姓阿祖，阿叫你来啊？别安尼叫啊！别安尼叫。阿是讲真讲的呀？啊！你讲个代志要找阿祖啊！啊是想创啊你？阿祖啊，我讲我是刚要把你叫啊你。哎呦，都无法度啊！你讲讲啊吼，无看到我足艰苦的。你要就条食薰哦？我食薰哪得来尔啦？你得来啦！你来讲啊，食薰啦！我食薰啦！我这后你都唔知影，你讲讲说啊，我有讲上吊，我要来抱住高山。有人要霸住江山咯！你甲我讲，我讲你霸住江山哦！啊，这个小李的代志吗？无啊，代志。你做个路长，到边仔长都该生，你莫出声哦！我跟你讲哦。阿祖，你较冷静的。较冷静的，是啊，较冷静的。啊，伊看我像我比你较多咧拍你尔，我歹讲尔咧。真正，上过你万年才做的新闻，我是讲啊，我为国成就，我要保住江山。保住江山哦！不是讲无我道理。啊，透早爬起来哦，打去上桥盘古。阿姐，你倒转开呀！啊，你有啥物在挡我的路呢？阿哥啊，头哥，你要动来，迄、那个路开啊大细些嘞。啊，你无啥物在做新闻，你无对什么有伤心？
当公安仔啊调过来，这个空气又唔知影吗？大哥好，也是要为爱，这路经过来大楼上个，大楼到开一个大楼，大楼到开一个大楼，大楼上个，这表示什么？你知影？是啥物？这表示你们都这个时啦，王爷哥要出水嘞。我这个王爷哥。不是啦，这表示讲长官为何在背时啦？你要看这个大楼上个。就是有大官好位接过过，大人唔敢来冒犯我，我来先过我过。阿公啊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你头摆开到安尼大细声，啊，我伫遮咧钓鱼啊，你甲我的鱼啊拢惊一个倒倒去安尼。啊！我食到这条社会，我第一看到鱼啊，你惊到了？你还惊了？没有，头摆一个六拍金鱼。哈哈，六拍。六拍过。六拍过你。六拍。我才讲六趴，系啦，六趴啦，六趴我叫死你啊！啊，听到你声拢惊走晕啦！是啊，你哦，像我要掠到你，注意啊，帮我保佑，保佑你咧！哎呦，我讲真嘞，这命要哦，忙去忙去，忙去忙去，啊，忙去来，你来，走啦走呀，啊，走听你来，这钱可以。你这三两块三千，你到底搞么子？哦，你去买可以买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不，这是咩啊？咩啊？你咩？啊，这是哦，我卖。哎，起锅你袂好咧，起来，你叫过来。你别丢掉了，三只三皮了，你叫紧叫。哦。这是哦，我怎么，我怎么这种事啊？这是阿嫂，听讲阿嫂我一个心意咧，啊，无你讲鱼啊，你惊嫂伊啊，啊钱乎你买你都无爱，无你要安怎咧？哇，我个爱人，我偏帮我抓鱼啊。好，好鱼啊你。来，这就不。在这多少？来，你俩一样。没当，没当，你小细只，等下哦，打着我的鱼，我的鱼起皮了嘛。小细只，去打着你的鱼啊。我鱼啊，小细只啦。安尼袂用得啦，安尼来吼，好，马丁，是遐么小细，我叫大来来来来来。我来。哎呀，哎呦喂，安娜啦。对，我俩鱼啊。你把苦。我把。阿哥，你来。安娜啦。你有皮的吗？皮的啥嘞？我就会气你。我倒是我就气你。那有嘞？你有没有想哭吗？阿龙，我有在哭嘛。阿龙，我先想哭了，我就气你了。阿龙啊，你若无想哭嘛哦，这三分啊，大家哦，拢对你安尼走来走去，把你当作迄个辛苦拢有够臭的，那是落去哦，把我遐臭钱气皮了嘛。阿你冇用哦，你这平常做好事哦，这三分对我是无比。我替我扛轿，哦，啊，为了讲起个大路，日头出来也硬，哎呀，好，我这只只只穿呀，辛苦我，辛苦我操办生意，够你得，你无我都平原嘞，我少呀，阿叻，你呀叫操心呀，是呀，阿叻未在，未通，阿叻未有钱钱呀，未有，叫政府来呀，未有钱，阿叻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着一个红花哦，哎，你讲，哇，阿叻阿叻到，阿叻啥汤都来，阿来了。你是混这大，你哦，一栋哦，拢死三代辛苦的。我知你的意思啊，你个是讲好阿嫂讲，我若是有听你的话，我第一哦真心买给你啊，我第一啊关店卖去，当狂卖去，买给你买给你，哎，这是我听你哦。我要我要来，你看到没？有啦，阿弟啊，进来，哎。我的观点我同款，我同款，同款，记得啊，过来晒咧，等，我来带一捆衫咧，我要紧呐，嘛是当，我来带一件红东西，来咧，红东西咯，啊，都让人看到，不要紧，你叫别人当，记得我同款，我同款，丢嘛，太难了啦，记得啦，我不怕，我不要衫，哦，再走，你当我丢嘛，我丢，别杀咧啦，好啦，别打我嘛，唔通安尼，啊，只好听你那话。听孙听阿咧，背上天。阿孙都打死你命，被你扯上来。伊咧甲你，伊咧甲你嚼开，你拢听无咧啊？你看你阿祖听孙，系啊。阿伊讲要学伊啊，我要来就袂用钱。啊，你亲亲三万汤，无啊就爱万钱啊。啊，然后汤汤汤，跳下金水池所在，甲学伊个阿爸买伊啊。系啊系啊。
你什么新路啦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大大一个国中的新路呢，哈，还穿裤鞋啊，穿尔济啦，迄人大汉爱看的国中最正裙呢，啊，你若无穿衫无穿裤，哎呦，下死下贱哦，哈，你这是咧夸张，咧夸张啦，你个囡仔真无哦，就是咧藐视你，伊无穿着你，就是伊也犯工作啊啦，所以伊哦自信较大哦，爸母无咧教教生，教死你爸妈。哈，嘿，刚中无你，还是教示一个吼，对，刚教示，有影未？有影吼，是无？我咧表示，我咧讲，有表示，爱教示未？爱，要咧个教示？教未？教未吼？阿伯，你无尊重时段吼？你把嘴，你把嘴咧乌里无白面吼？阿伯，你做啥穿这裤鞋呢？对吧？阿你好。啊哈！啊你这真忙你啊哈！哎呀，我讲我听你话，啊不要说你跟我讲个唔知呀，我想到一个啦，哎，我虽然你叫不叫来呢，你叫来到无尊重，你到底啊怎个唔跑车？我绝对卖地摊跑卖车，我睇你金丝皮好一套哩，你混到一个屌事啊！你莫将我口罩戴个，让你吃白饭混到一个乞丐，死掉！你哎，就该上车。我金毛比刀，阿豆，金秀皮，你分明将我破得起，我人是带两米高，又个无吹气，啊，我吹气了，我只可爱你高的天涯边，爱你是贵人心啊。我人在咧老后尾有年岁，你搁嘴我无喙齿。我不管啦。无啦。我自细汉到大。你完了吗？你卖看什么爸爸不正新闻啦？而且我听说你娘，你叫这个口哦啊！你这有哪样？我了不要死，我是我甲你教训，还是大汉娘啦？我自细汉到大，我无有污嘴，那么我八岁，你竟然给我说喙齿？哟哟，啊说着喙齿，娘是要啥大啊？大个出去。
一定要爱你。
乱，我去变踮在床上素材，为安怎今日走路着脚踏，吃糜着夹杂，乌鸦又在厝门下。到底是有甚物款大风小事约我上？我也真担心驸马怀疑哦，出征前方也唔知如何，希望会当平安风中大胜。这花啊哦，拢是暗一个啊，有遮侪呢，我才倒一个哦、啊。记者甲澳门锁起来啊！你看我背后坐起来对我啦。我看见。有啦，你要怎啦？我妈讲无坐起啊。你也使着你啊。今麦是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我想着啊，我较早有咧算一个七号命，叫做暗国鸡。暗国暗啥暗啥？目睭啊暗开。你无看到我，我无看到你。哦，安尼你每下就要看到咱两个啊？对对，这家有法。兄弟，你无看到我，我无看到你，啊，你无看到我，我无看到你。兄弟，金梦，不要回来，林叔伯，我的心无开通嘞。好啦，我你那干啥去做啦？你真好大胆。我母亲的命令，你竟然也敢放出你的小主人啊！不要啊，你莫怪伊啦，是我爱伊带我去佚佗的啦。感谢你的，是啦，当然。甲你家境这济高，也无怪你想要无聊。你想讲要去游玩佚佗，也哪里回来？恁的举止行动真可疑，到底是有做甚物唔对的代志？那无哪会惊惊惊惊呢？无啦无啦。我无做呀，我刚刚出去佚佗。嗯，老母会生得惊心，虽是袂当了解惊心，也毋过你是老母所饲的，你是我的下生人，你的举止行动安怎，我并不是毋知影，你做错甚物事？啊，我问你，你带你的小主人到底是有发生甚物代志？你若无讲，我处罚你。冲上！安怎？好啦，出门啊！你凭啥发过？没当啊！我若无讲，我就要处罚你，再叫人洗头咯。对啦，你讲害怕？啊对，金梦啊，阿爷甲我苦苦哀求，讲吼伊伫咧家内底非常无聊，叫我带去后门，要钓迄个金色鲤鱼啦。上知影就。就因阿祖啊，国中，伊码头路开了伤大声，把金色鲤鱼惊走，也毋过吼，只望啊，毋捌代志，一卡吼，从那国中活我十次。你干什么？你，是梦，你靠我来的。我靠！好，先自爆。好，先自爆你娘家。皇上这一道，兵与群众，千辛百苦，应该出错。你今天出错啦！哎呦，我挨骂了！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！兄弟，你那样的结果，我的天塌下来了！哎呀，哎呀妈！我亏死阿舅妈啊！Oh my God.
相信有一个主笔的心啊，对不？来个，那会不死的。我不要，曾经有苦给我吃的不好，我怎么可安尼对待伊？啊，你再电话对不？你个气话呢？你以后再听老母的呢，听好啦，绝对无唔对。安尼袂使啊。那袂使把气看卖啊，对不？安尼我气看卖，都袂来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
一座草村。